是也从来没有看过国军的人，然后穿着防疫的衣服，然后这样子消毒。那我觉得说整个全台北的市民，那一起呢，为了我们这个防疫呢，大家一起就是加油。那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那我相信很快就会 getting better。提升全民的保护力，也让台湾尽快回到正常生活。